等上面这个走就差不多了，拿道具来。没有，不是，我等上面这个，对对，这个等他走大概就告一个段落了，等他车就没关系了。没有，看他是要走到走北端还是走南端走？可能要等他那个，真的接好了。你有拿那个好有有有有在那边啊，箱子那边待会走要走哪条路？没有，我刚刚从爬墙那个地下道那边爬进来，就发现那边有那个电的，有电，它那个地方有那个电起来的，所以我车停外面那个路那边。哎，有带石油来吗？Thank you.
乱丢啊，拆起来就乱丢了。就已经讲了，是缺了他也乱丢啊。好吧，那就这样讲话，就这样讲话。当他妈一开始说我要接楼梯的时候，我们带上去了。我就知道缺的话，我接下去就差一点点了。挺好的，我看。